一、二、兄弟妈妈一直催婚，今天我帮他找了个毛毛媳妇一起忽悠他妈妈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永远的礼物。哎呀，你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服了。服务员。能帮你带梳子吗？有呀，这个梳子很好用的，我用了很长时间了。谢谢阿姨。没事。哈哈哈哈真是好贴心哦。嗯，是是、啊。嗯。来，还给你。我太难了。我听别人说，我最近做的是肩膀酸痛。嗯，老毛病。我新学了温拿伸操，我教你好不好？一。怎么了，阿姨？没事没事。那你要跟着学，对，要跟着学。阿姨，你做不标准，让我来教你。1、2、3、4，还有第二个动作呢。1、2、3、4，谢谢，我学会了。干嘛呢吧？学会了，学会了，学会了就好。平时也要让学生多带点锻炼的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密的毛毛了。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平时是怎么保养你的毛毛的呢？嗯，因为我平时都会去美容院做专门的护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摸摸看吗？好吧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。你为何打金杯拉完死人拉不回？今天我要让嘉莹假装我兄弟的女朋友去见家长，我要三步让他妈妈永远都不敢催婚。妈，来吧。阿姨好。你好你好，坐坐。哎呀，盼了这么久，终于这个臭小子给我带个女朋友来了。妈妈此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第一步找借口露出毛毛。服务员，Oh my god！ 你不是带个风扇吗，宝贝儿？啊，把风扇带上。对呀。好粉。第二个，听毛毛跟妈妈近距离接触。妈，这里这么美，我给你和嘉颖拍张照呗。好呀好呀。那你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那个。对了，阿姨，这个很好吃的，你尝尝看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了。尝尝看嘛，不要客气嘛。来，你吃。第三步，让妈妈彻底崩溃。阿姨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开始挑事。你刚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
哎呀，好生气哦！怎么了？干嘛？哇，这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严重？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大啊？病吧！你压力大你就玩玩左下角这款真善海经啊！这游戏开局30颗血弹，五星异兽随意孵化，还能无限吞噬境界，他们随便一个马都给你藏。现在游戏内还有我的专属福利可以领。人家家里喂你饼干你还不吃，你这样很不礼貌哎！你刚没看到他那只手摸哪里吗？你就是不喜欢他呗？我说的每一个女朋友你都不喜欢，我分手行了吧？我干脆不结婚算了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那你们现在就分手，立刻分！阿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阿姨别生气，其实我们在拍一个整蛊视频。你看镜头在那。臭小子，回家收拾你！让我串通洗发小妹整蛊嘉伦。哇，久等了，洗头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如夜我们攀岩爱心里花儿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好，我叫仙女，我的技术很棒，所以大家都叫我仙女棒。你挠完我的头，你挠腋下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不介意。我介意啊，但是。我看到了。哎呀，有蚊子飞过吗？这里洗头一位。好兄弟，两年的约会，今天让家人假装洗头小妹，让好兄弟尝尝爱情的滋味。这你就看着。Hello， 哎，小颖，这我兄弟啊，今天好好给他服务。没问题。嗯，好，享受完，我去打个电话。那我先帮你们一下喽。Oh my god！ 没事没事没事。那先帮你洗头。好。这里洗头一位。何？哎，你刚那水不是我的。你是不是又来了？我没有啊。没有吗？真的没有。我给你按摩一下吧。帅哥，手给我。嗯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五。好兄弟，两年没约会，今天叫来佳音老妹，让她尝尝毛毛的滋味。佩珊回来了。亮哥，你好。哎，哥哥，你头发上好像有点血。I'm tumbling down a cliff tonight. I have a lot of cheese in this sky. Every Friday night.
She's rolling like a dynamite. 我把这里面两个金卡好搭，一看就要呗。啊！哦。原来是。哎，小姐，把我倒回去。这是有点奇。再一下，关系不够的。再给我加。没问题。 兄弟，今天为别人的爱情流泪。今天我安排了假一假，装去聊他。期间偷偷换成我的手，疯狂对他动手动脚，看看他会是什么反应。我好久没有一起拍视频了，你看啊，整天拍这件事情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大声说出你所有感觉。 别自轻，干嘛？我这很痒的。怎么了嘛？没事。你平常也这样子？嗯，干嘛？脸好滑啊。那是最近有在洗面奶。 比较好笑啊！没有，也还可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白哥。 哎，我干嘛好不坏的干头头的玩大冒险了？好呀，那也没得呀。再一个我的玩头大哟。我也是，我来领赏呀，那个地方还是我的那个，你们去哪都来。冲！我是冒险之王，今天的冒险女王。好尴尬啊！赶紧去。 再来再来再来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！现在给你爸爸打电话，然后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快快快快快！哎，爸，我全程都得听。来啊！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更可怕。你完全啊！小卡布。 剪刀石头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！用香菜和鱼腥草蘸臭豆腐直吃，这剧透哎！哇！我靠！加卡布，好痛好痛！ 哎，不行了，这也太臭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晕得现在快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求求了，这玩意马上，这玩意马上。所有剪刀布，输的人在床上放大，品看时就会被把我们撵下去。可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司机在等着。站一号臭，这打的车一般车上味道都很难闻，你这不是冲上加臭？哎，站一站一站一站！ 你好，欢迎乘坐小三星。你好，小心安全带。哇，这车的味道竟然是好闻的。嗯，这味全是你身上的臭味，吓吃了啦。<笑>我们早上登机都是每个月都换一次空气滤芯，每一层开装都是的，保证质量好。这么好。 没关系，
我已经打开微循环了。